大家好，我是 Joey 李仁豪先生。我们公司以热情真挚的态度为你提供极致服务，助你融入大湾区生活。我们 Joey 地产全程专任为你提供贴心专业的服务，助你获取大湾区第一手资讯。我们用诚信换取大家的信心，以优质的服务帮助大家安心置业大湾区，投资大湾区物业，首选中轩地产。现在我们在这个肇庆大王高新区这边有个购物广场，我们这边找些食物。那距离恒大这个楼盘呢，都是揸车都是十分钟之内，七八分钟。这边呢都它有几个购物广场的，我们刚才经过这是其中一个大王购物中心。带大家看看这边的配套，刚刚我经过都有两间学校，中学和小学公立的。这边就是老城区了，生活就比较便利。新的一个区域，高新区，系啦。咁咧，高新区咧就好多企业喺呢边进驻，好多人翻工咁。所以如果作为投资嚟讲咧，未来出租啊，包括啊升值空间啊，因为佢有人咧嘅，佢有好多企业咧，人气多咗，经济佢呢边有经济咧，呢个区域嚟讲系 O K 嘅，可以带动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大王购物广场，在茶居里喝到茶。这边是新楼盘，这边就是老城区的。边有咩食先？环境唔错啊！两位，环境也相当之靓。佢呢邊咧，我有特色咧，就可以自己沖水，啊，自己去沖茶飲。佢呢邊咧係肇慶度好多分店嘅，我哋之前喺鼎湖啊，喺鼎湖都有飲過啦，係啦，自己沖水。非常方便，即自己加水，自助式的。咁而家好多茶楼都有呢种，嗱，都系咁样用啦。无中，有咩食啊？嗌咗咩啊？嗌咗一个粥，一个鸡嘅一个肠粉，跟住。OK， 选女性。两个人吃了90多元，后来加了一个包，加了一个不一样的包，三种口味，还加上茶。环境真的不错，这边环境很大。望望过对面。即是这种感觉呢，就
仲要自己帶茶葉，即係如果中意飲茶嘅朋友咧，你覺得呢邊茶葉唔夠靚咧，仲要帶茶葉嘅。啊，環境真係唔錯，紫藥麗居。咁平時我哋喺大灣區退休啊、生活啊，喺呢邊食嘢真係食嘢飲茶真係唔錯嘅，係啊，即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唔錯嘅一個方式啦。咁咧有機會過嚟肇慶玩嘅朋友咧，可以試一試呢個紫藥麗居。佢喺鼎湖，係啦，龍崗、九龍山都有一間分店。跟住咧，呢度咧就係大旺嚟嘅，係啦。咁如果唔知地方、唔知地址嘅朋友咧，可以問我，或者咧你喺嗰啲百度地圖、Google 地圖咧，可以搜呢個叫紫藥麗居，係啦，佢就有附近推薦俾你。阿姐買單幾錢啊？107。系啦，啱啱加咗个包，好饱啊！两个人食100多元，早餐同晏昼咧一齐食埋佢。因为咧个肇庆其实饮早茶嘅文化都几浓厚嘅喎。人哋话食在广州，其实真系而家慢慢开始食在肇庆啊，食得又平，味道又唔错，系啦。咁佢嘅呢邊嘅文化咧都好接近，反正都係呢邊都係廣東人啦、啊，佢哋呢邊都係講白話比較多。但係喺大旺咧就有啲講國語嘅，點解？因為佢大旺新高新區嚟嘅，係國家重點投資5000多億打造嘅高新區。咁咧我哋見到都好多白領，即係有即係嗰啲係啦，藍領啊、白領啊，係啦。啲大企業入邊嗰啲年輕嘅一族，係啊，上班族啊，或者係畢業呢幾年、呢近十年畢業嘅嗰種，屬於都係人才啦，都喺呢邊生活嘅。呢邊係大旺國際廣場，係啦。呢邊都有一間茶樓，粵旺。咁咧，紫藥麗居真係唔錯，環境有特色。呢邊仲有個市場嘅香江市場。香港嘅諧音，香江市場呢邊有一個農貿市場嚟嘅。咁咧，我哋去兜兜個環境，因為恒大在肇慶很多樓盤的，係啦。咁如果買肇慶，其實選擇性很多，但係我相信我哋堅持拍片咧，總有一款係適合你嘅。即係你用最少嘅錢，真係買到自己啱心水嘅單位，大發展商、大品牌，係啦，高質素嘅，其實係一個真係我哋可以俾觀眾有更多、更加多嘅選擇。呢边咧个金凤国际酒店，嗱呢边有一个海鲜酒家啦，有润星百货呢个 shopping mall 啦。咁咧我哋去腾大嘅楼盘咧揸车就5-6分钟，咁咧去到腾大隔篱都系即系从恒大到呢个轻轨站咧，大概都5分钟，附近咗个轻轨站嘅，非常方便。咁轉頭我哋都會經過咧，就係有一個中小學，係啦，佢叫高腰嘅實驗小學同呢個中學。而家我哋見到啲學生哥喺度翻學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學生哥咧，小學同初中咧啲學生哥喺翻學，一批一批咁。佢呢邊咧一個中。重點的小學和中學，我們買樓就學校、商業、市場，是的，輕軌站、公交車，恒大門口有一個公交車站的。
咁而家呢邊都唔戴口罩嘅呢邊，你睇下。呢邊學校嘅後門啦，咁咧佢哋行前門啦。呢邊前面仲有一個即係我啱先講咧，經過有幾個廣場，即係唔單止我哋啱先飲早茶嘅，呢邊有一個皇朝廣場，係啦。呢邊咧就學校啦，我哋去睇一睇。呢個學校都好大間。呢個是高腰新區實驗小學。我哋而家到咗呢個恒大綠洲，佢點解叫綠洲呢？就嗱，佢廣告都有好大，佢一個佢咧就嘅樓間距係超級闊嘅，每棟樓之間嘅樓間距。我哋喺我哋啱先飲到茶，同學校嗰度咧揸車用咗五分鐘。其實我哋都揸比較慢嘅，沿路喺度睇下啲環境，係啦。佢門口咧就有巴士站、公交車站，我哋睇下。嗱，就係正正門口咧，可能冇人落站。正正門口前面有一個公交車站啦。咁咧，我哋又到咗啦，去揾個車位。